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三角锥哈，我来示范一次哦。三角锥哈，现在我自己自制一个三角锥哦。好，你注意看哦。我现在故意用一个比较特别的。来，同学，你注意看哦。这是我角锥的上饰，它有三个零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老师画它的正饰上饰图，正饰图。好，这个是我自创的哦，啊，好，这个是地板啊，好来，它的顶点是这样子对应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我这里把它是 O 点了，这里 A。B、C 三个点了哈，好，我现在 B 对下来是在这里 ，C 对下来是在这里 ，A 对应下来是这里。我现在是自己先画一个角锥的三视图了，啊，它是对应成这样，啊，这一条是虚线。对吧？啊，这是正视图哦。现在我自己画一个哦，对不对？那这里一定要，这里是 O 嘛 ，B 是应该在这里 ，C 是在这里 ，A 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动作一样，不管角它长成怎样子，角锥的解题第一个一定是画地板。跟通过顶点画黑板哦，水平线这两条水平线，所以来哦，第一个是先画把上视图各点把它移到水平线重叠，对不对？可是 A 这个是已经重叠了，我们要不要再画一次？不用了，等一下吧。所以这一段 A 就已经是实场了。好，再来哦 ，B， 好，所以一样 B 这边来画 B， 画过来，所以现在 B 是已经被移到这里了，这条线已经不见了，记住这条线已经不见了，已经移到这里了，所以 B 这一条线已经不见了，知道吧？所以 A 点是还在这里，可 B 点已经移到哪里去了？是移到这里来了。所以移到这里来了，画垂直线下来，是已经移到这里来了，所以 B 点已经移在这里了，这里已经没有 B 点了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这一条是它的时长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移到这边来 ，B 点已经不见了，知道吧？好，所以换 C 点 ，C 点也来。到这边来了，好，一样，啊，画垂直线下，这些冬天有静电，啊 ，C 点在这里，知道吗？所以 C 点也没有在这里了，已经移到这里来了，啊，这样意思吧？你这些线都不在这里了，在这里了，知道吗？都移到黑板上面去了，啊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就量这一段 OA， 啊 ，OA 来画一个弧，啊，所以这里要编号 A， 再来 OB， 啊 ，OB 一样画一个，啊，这里是 B。
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哎，同学，我这里随便画一条线，这里不是 OA 吗？我这里随便画一条线到 B， 我现在随便画一条线到 B 啊，这里不是 OB 吗？对不对？知道吗？可是我们这里一定要是这一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我这里，我这里只要到圆周，这里都是 OA 嘛。可是我们这一段一定要是 AB 嘛，所以我现在要量 AB 啊。AB 这里是时长，所以我现在量 A 到 B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我这里随便画，随便画，随便画，这里是都是 OA， 可是我们这一段一定要是 AB 啊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量这一段过来，知道意思吗？可以吗？因为这里是时长，因为它没有倾斜啊，它有没有贴在地板上面？请问你这支笔有没有贴在桌子上面？没有。有啦，来吧。对不起，广大的观众，我画脏话。来吧。所以它是贴在我们上次图 O， A B 是贴在地板上，所以它是死板。如果它是有倾斜，请问你？现在看到的是它的时长吗？不是嘛？有没有？这样子是它的时长，所以我们为什么量 AB？ 原因在这边 ，AB 是时长，所以再来 BC 啊 ，BC 啊 ，B 到 C 一样 ，B 到 C， 所以这连起来啊，所以第二个三角形就出来。再来回到 CA，C 到 A， 好 ，C 到 A， 好，所以我们这三个三角形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之后，我们要下盖嘛，对，下盖，下盖不管你要连在哪里，我连在 AC 好了 ，AC 是在哪里 ？AC 是在这里。所以你可以看，我就要知道 B 嘛，所以是 B C B C B 啊 ，C B 画就把这一段连过来画，再来 A B 啊 A B A B 画怎么样？所以是知道 B 点的，现在是知道 B 点。就可以把它连起来，这个就是它的底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如果一样啊，如果联考是四个角锥，比如 A， 所以我们如果这里多一点啊，一样啊，啊老师现在是说下盖哦，一样啊，我们就是刚才是 A，AB 嘛 ，CB 嘛，所以等一下就是 A 珠。跟 C 珠一样画，啊，我现在 A 珠，啊 A 珠画，啊 C 珠画，哦，我现在只是在示范说图形的转移哦，所以你看这里就找到珠点了，再把它连起来，这个四边形就被转移到这边来了。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就是图形转移。啊，知道吧？